来，帮我分享啊！找人了，第一次找人，第一次直播找人啊，拜托一下啊！来，啊，大家一起找人，好不好？来，来，行为 go，Jim Billy，行为 go，Yep，Yep，苏慧，帮我一起找人，我们帮一起找人啦、啊。今天大家做功德，拜六嘛，你一个分享就可以帮到一个人了，真的。今天你一个分享就可以帮到一个人，今天很重要的，大家一起来，来找人，来，哎，真的这个很重要啊，好不好？帮忙一下，全世界的人啊，你现在3000人，一人按一例。帮我按一粒，一人一粒而已啊！帮我分享，这个中了，没有卖东西，不是卖东西。今天真的要找人，我要找这个人，他的家的父母、他的阿公、他的阿嬷、他的兄弟、他的邻居都很紧张，全马都在找他啊！J.C. Ho、李静薇、周混、Alice Lim 啊、Andy Oi 大大，你们做好好心拜六嘛，对不对？啊，拜六大大做做好心，帮我一个分享，帮我分享，这个真的要求你们分享。哎，我做直播很少求人家分享，今天就哎抖龙抖龙一下，啊抖龙抖龙一下，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没有什么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everybody good luck，你要 good luck，你跟我分享就 good luck 了。找小三，管他找什么东西，总之今天要发动我的网名，叫你们帮我了。真的，这一次你们真的要帮我，因为是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大家都有看到马来西亚这个新闻，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疑点，全马、中国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甚至于你们马来西亚的什么东西都有啊，都在找他。谢丽丹唱歌给我听好了，他生日叫林北唱歌，唱半个小时的生日歌，干你娜！你没有听过生日歌唱半个小时的，啊？有没有？只有咯，干爹那掐腮工，你甚至掐腮工去你家咯，干爹那唱4个小时、3个小时都可以，哪里有人生日歌唱到3个小时，唱个半个小时，帮你讲干呐？干爹那他叫生日歌的，他叫我唱生日歌唱半个小时，妈的可以了，祝你生日快乐，就了一直放咯，你一直 repeat 咯。傻的嘞，他叫我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叫林北这样唱半个小时，干你那你当林北是受害，干你那你当了林北是受害，哎，干你那不要那个受害，我们就不管他了，哎，帮忙一下，帮忙一下，你们今天生日呢，你们要好心呢，你们要好心，今天生日的人或者没有生日的人，好心你就帮我按一下。因为我今晚没有办法做直播，我本来要晚上比较多人，但是没有办法啊。给我买几种颜色咯？买几种颜色？妈的，我女儿在泰国，她看到大香裤，她要买给我，我就要买什么颜色都要买。哎，帮忙一下，我看来，我看多少了？我看多少人了？我看多少分享了？今天真的拜托大家。真的分很多人啊，分到各大，你们每次你们讲什么？分到什么吹水站，什么站，什么懒觉站，帮忙一下。因为今天你一个分享，现在有4000多人，你们一力分享，真的可以救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被骗还是什么，她是一位女生，对不对？我今天不啰嗦，也不要开玩笑啊，滚贵，你根本。就是手还干音呐咯，你看丹尼被手还唱生日歌唱半个小时，干音呐，我看几个分享，因为我从来没有叫人家一直分享，这是真的嘞，来，要2000个分享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到2000啊，总之喜之又霹雳的，拿你的霹雳的帮我分享，王雷的粉丝们拜托，这个你们今天真的，因为你们这不要小看公开分享啊。公开分享，因为你们不要 BM 给那个 BM 那个不要，直接 po 在你的网站，po 在你给大家看的。我们因为这个大家来做功德，大家来做功德，因为现在全马都在找这个，
再找不到啊，人被下个礼拜直接慢慢找。打天下父母心，哪一个啊？希望他自己的儿女不见掉，没有消息，什么都不见掉，大家都很担心。我不知道那个小姐叫谢小姐，我希望你能看到王雷这个直播。如果你现在啊，现在有要5000人的时间，我跟大家讲，谢小姐，如果你真的是找不到工作，你找不到工作啊，你找不到工作，你来找我，你来找我，我给你做我的助理。如果你是找不到工作，你很烦呐、啊，你很烦呐、啊，好不好？那么叫5000人，我答应你做我的助理，你过来新加坡做工，你过来新加坡做工，或者你选择北马，因为北马我都有公司，我都有编个啊 ，KL 区水站都来了啊 ，KL 区水站。所以啊，我们今天呐、啊，我们全程要找的就是一位女生，因为大家都知道看到霹雳，因为她的爸爸是她爸爸在新加坡做工的朋友，的老婆。来找我说叫我帮忙，他的老婆也西北歌演的，干娘、啊、大宝来了，大宝来了，大宝来了。他问我开这个直播找人，问我说要收钱多少？干妮娜，我自己讲嘞，我没有考虑，我是干妮娜这个啊，收钱啊就不是人了嘞，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有份。如果身为我自己的女儿不见怎么办？一定很急。他的爸爸谢小姐，如果你看到王雷这个直播，第一。你爸爸的妈妈啊都很着急，他们每天哭。你爸爸从新加坡做工哭到嘎山，直接上霹雳回霹雳太平。我如果你看到我的直播，你不要回他们也不用紧，你 PM 我，你 PM 我，好不好？你 PM 我。如果你说找不到工作 ，OK， 大哥答应你，新加坡找你，你做我的助理。我从来我不找助理的，我今天在5000多人面前，你来当我的助理。如果你觉得太远，你不要来新加坡做工，不用紧。马来西亚我北海有一间公司啊，槟城啊，好不好？你来做我的客服 ，OK 吗？你来做我的客服 ，OK？ 你说你保险没有收入什么东西 ，OK 啦，谢小姐，我给你10000，睡不？我给你10000块，你要 settle 你欠债什么东西，你来跟我讲，你不要跟你妈妈讲，也不要爸爸妈妈讲，因为你在外面，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你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对不对？我称呼你谢小姐，但是没有办法，等一下我要公开你的照片，因为真的你家里人真的担心到妈妈几天没有吃了，你知道吗？妈妈哭了几天，你知道吗？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啊，我跟你讲，我简直要哭起来，我简直要我的嘴巴坏，但是我也是有女儿的啊，我今天我的女儿不见掉，我也是一样哭。我跟你讲，如果你被朋友拐气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看到我直播，我劝那些人，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你真的啊，如果你真的啊，如果这样，我觉得你应该放那个小妹妹，放她一马。如果她是欠你钱财的东西，你 PM 我好不好？你 PM 我，我帮她负责。我这边现在6000人啊，林北大大声讲，如果坏了你要恐吓我也好，你要威胁我也好 OK 了。我不是讲爽的，我不是讲爽，因为我要过去，我还要过去马来西亚。我今天开这一个支票出去啊，我要兑现的嘞，因为我18号我要过去马来西亚，对不对？如果你绑票也好了，你什么也好了，你来 PM 我，你不要找他父母，因为他父母现在很急，因为他我们在怀疑你留那个信啊，不是你留的，不是你写的，我们现在在怀疑。所以现在有6000多人，我希望大家啦。如果找得到这个人啊，如果你找得到在旁边啊，好不好？我本身出10000给你们，我不会暴露，我不会暴露。你只要跟我说他在哪里而已，你只要跟我知道在哪里而已。我只要看到那个人了呀，看到那个谢小姐，我给你10000，真的，我给你10000。现在如果你们觉得有良心了，拐骗他的也好，如果妹妹你找不到工的，我现在这边全部跟你 set 得了。你找不到工，你来跟我做工。你来跟我做工，我讲到做到。你来跟林北做工，你要来新加坡，你做我的助理。我飞去法国，我带你法国，我带你去哪里直播，你跟着我就对了。我绝对不会给你饿。第一，第二，如果你觉得新加坡太远，你不要来，不用紧。我槟城我有公司，你来做客服，回复电话、接单啊这些东西，睡不？睡不？这样你应该解决了你说没有收入的问题。林大哥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你爸爸的老板的，干妮娜很长啊，他的老婆就是
我们歌台的人，他跟我讲，我二话不说，我只想他叫我开这个播，他人家为了你啊，叫我开这个播，问我多少钱，人家都干你那硬要的。我们没有，如果你们大家说好人一生，大家帮我分享。我们今天不是分享 Lucky Draw 什么什么啦，现在7000人，我可以给大家看他的照片了。哦，我要给大家看他的照片了，因为我觉得啦，人每个人啊都是有血有肉，有血有肉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啊，他很轻巧，大家都有看到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这则新闻吗？我不知道全马现在都是在找他，我希望啊。你们 screenshot 起来，等一下我会 po 在我的 Facebook 啊、我希望啊，今天里面不要给大哥，不要给我，不要给你爸爸妈妈，你当作我是你的爸爸也好，不要给我们担心。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来找我的人，你知道他妈讲到很哇，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好不好？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人，等一下我如果今天啊。买，你看到这个直播啊？你还没有联系我哈、啊，我就会，因为我不敢放电话，作弄的人太多，作弄的人太多，所以大家你们说好人一生一生平安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找人的，我们要找人的，你们只要跟我分享，跟我分享，我这边大大响，大大声讲，妹妹，谢妹妹，你听住啊，大哥在找你，你说你找不到工作，你说你找不到工作，大哥答应你，你来新加坡。我帮你出本命，你做我的助理，做王雷的助理没关系。你觉得不要来到新加坡很远，没关系，没关系。你槟城来做我的客服，我槟城那边还有一间公司，你来槟城那边我做的公司。如果全马的朋友知道这个小妹妹在哪里，或者是被人家收起来，还是 whatever 啦，好不好？通知我，好不好？我给你一万块，我本身啊。我本身住他爸爸也没有东西，我现在你们华语公司没人叫什么巡赏啊，巡赏还是什么鬼啊，赶紧拿华语给不要阿摩给不要巡赏，应该是巡赏什么鬼的，好不好？我就给你一万块咖啡，一万块马币啊，赶紧拿，你为我卖一样好赚啊，马币啊，不是新币啊，马币新币3000多。OK 了，能帮到一个人我 OK 了，没关系了。所以啊，现在全马都在找你啊，看到他出兵打会啊，我们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如果你啊还见到这个小妹妹啊，唔该你啊通知我好唔好？我俾你一万蚊啊，让全马来西亚嘅好朋友，那是讲你睇到这个阿妹啊。拜托诶，来跟咱斗下手好冇？啊，跟我打，你 PM 我，还是做你啊巡赏，做你也好，我给你10万块。你啊讲你卖廿镭，这10万块我隆重捐出去。我跟你讲，我开出去的支票，如果他妈妈找到我，10000块我都捐出去，好不好？为了希望他们一家团聚，真的最心痛的，我没有办法，最心痛就是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直播，如果她是我女儿，我跟你讲，我真的是靠不保赛，我真的是，你看那么清秀的女生，我不知道现在是被拐还是什么东西，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帮我们找妹妹，你真的要回家，爸爸妈妈无论什么事情，爸爸妈妈养你，你没有想到爸爸妈妈养你，带你出世，要每天喂你喝奶，要带你上学，放你放学，开心你长大了，你在社会工作了，妈妈更开心。现在你一声不响，你就跑了几天，你留个信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现在中国报也讲22岁啊、有的人问我说几岁，他是22岁，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新闻有在报道，你们可以看这一则新闻啊，好不好？啊，连新闻也有报在报啊，很多新闻都在找他，然后、啊、我看到后面的时候啊，我有看到他写一封信给妈妈，他说他电话关，我觉得我们在怀疑了，女儿要跑写了一封信，也不会说我关掉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不会关掉电话什么东西，他一定会报平安嘛，对不对？所以我恳求大家，因为他这个是写给妈妈的信，有都在这边，
哦，如果看到的人哦，看到此文不能成，你们只要跟我分享而已，你们只要跟我分享，你们就做了功德。现在这边有10,000人，因为他是要利用我的平台，不是利用。我跟你讲，每个人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吃得饱，过得好。我跟你讲，你们去听那首我在云顶唱那一首歌《心涛》吧，那一首歌就是这样，把最好的你小时候妹妹。我今天讲一个，我不知道啦，我啦，每个父母都是这样。妹妹，如果你现在在看直播，你知道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把最好的鸡肉，他们情愿吃鸡屁股、鸡腿也留给你吃，他们自己要穿破衣破裤，过年不都不舍得买，给你穿最好的，这可以给外人看到他最靓丽、最可爱的女儿。你今天一声不响就跑掉。我希望全马的人，你们做做好心，把它 screenshot 或者分享我这个直播，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台如果，啊，电话可能被人家关，对，也有人讲这个啦，可能被做去。我希望啦，因为，如果你为了做这个女儿啊，如果有什么东西啊，没关系，你来 PM 我，我们有话可以说。你如果要威胁这个女孩子，觉得可能要捉她出国啊，什么东西，都是为了钱。我们的江湖的兄弟朋友，你就放过这个妹妹。有什么事情你 PM 我，因为你捉她也好，什么都好，你都是为了钱，对不对？对不对？你们都是为了钱，你可以跟我们私下聊，什么东西都可以谈。我希望啊。如果妹妹啊，谢妹妹，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说找不到工作，我已经跟你解决了。如果你找不到工作，你来找我，我王雷麦一哥新加坡，你来做我的助理。马来西亚你觉得不要了，过来马来西亚 OK， 你槟城的我给你做一个客服，你帮我接单的 OK 吗？全部写接你的工作了，没问题啦。如果道上的兄弟，你黑道也好，白道也好，你拐骗这个女孩子也好，天下父母心啊，兄弟，你听我讲，天下父母心，人在做，天在看。你今天拐了她也好，跟她收起来也好，锁了她也好，你是不是为了钱？好，你跟她做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了。如果你做错，你很多东西回头还来得及的，你坏，人家比你更坏，对不对？所以我希望道上的兄弟，我今天开这个直播就是为了他父母，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是有人委托很多人来找我开这个直播。我从来不开直播找人，很多人叫我开直播找人，我不要了，因为我怕我自己麻烦，因为如果找到了，如果得罪什么人，对我没有好处，我去马来西亚我也是很危险的。我算个老几，他妈只是在一个卖衣老，你做什么给博啊林北的事情，你要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为我想？你觉得王雷讲这个事情对不对？对不对？我是真的是，你是觉得给博吗？人家林北做我的事情是怎么样，你要倒坏的事情，现在给我这样，你看10,000人在看，再削出去100,000人在看，每个人都注意，变成我得罪人了，哦，被我得罪人了，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开这个直播，其实我蛮危险，真的蛮危险。我讲真的蛮危险。我是拜托大家斗龙道上，或者你对他什么斗龙，给一个小妹妹机会。如果是为了钱，可以来找我们谈。你 PM 我，就是放了一个小生命，放给他年轻，爸爸妈妈都只靠他而已。所以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可以 screenshot 或者帮我们一个分享。你只要一个分享，各个全马各大族啦，什么 KL 吹水扇，什么西马东马，什么南郊吹水扇啊，我们只要找人而已，我们没有别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有的人是我就是不要跟人家找，因为我找了一个，我知道我手尾很长，下来我还要找那个，找很多东西找。其实我很辛苦，因为我答应我的朋友了。我答应宝贝姐妹，因为是宝贝姐妹拜托我，大哥，你的流量比较多，可以帮忙一下。我二话不说说 OK， 我说 OK， 我放了电话。我昨天晚上想，干你娜，我这样做很危险嘞，我自己危险。他妈，我如果他被人家拐骗，
被人家叫来做气，林北是不是得罪那些人了？林北去马来西亚不是很危险？他捉他放了他来捉我呢？我比较讲真的，我比较对不对？比较老，比较好捉啦，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啦，拜托大家，因为我今天开这个直播真的是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我其实我不应该开，但是我身为人家的父母，我觉得我应该开，我应该开这个直播，给大家全马的朋友找他。现在1万多人在看，都会再分享出去，更多人在看。我不知道你在看不没有在看也好，谢妹妹，打给你妈妈，好不好？打给你妈妈，好不好？哦，有人说怕我上了老千，不是，因为他爸爸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他爸爸在新加坡做工，昨晚赶回家了，昨晚已经赶回家了，好去找他了，好不好？所以有的人都是为我想，我也知道我有想这个问题，我开这个直播是要得罪很多黑道的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做的没有错，可能啊，你看宝贝姐妹啊讲什么？宝贝姐妹，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哥你很 steady， 我真的很感动你这个举动。哎，当然大宝林北这个举动是干你那，我准备得罪马来西亚的人呢，对不对？我现在是靠马来西亚的很多网民呢，他妈的我得罪他我就死。所以你们如果好心呢，帮我分享出去，直接分享再分享，看什么各大群组，我们只要找人而已，我们今天没有别的目的，找人。如果你觉得哦，他被人家拐骗，或者你曾经在哪里看到他，如果你现在看到他，马上 PM 我们， PM 我好不好？如果我们找得到看到他，我本身付1万块给你，麻痹付1万块给你啊，我本身啊。妹妹你找不到工作，大哥收留你，睡不你就打给你妈妈报平安，你只要报平安我不会再找你，你只要给爸爸妈妈知道你没有事情我就找你，好不好？你看现在我的 WhatsApp 很多嘞，你看很多人，你看我很多人现在WhatsApp 我叫我不要，你看很多人叫我你很敢哦，什么什么，我没有办法，我答应人了啊，我答应人了，我一定要做，哦，所以如果最多我是马来西亚少气而已，哦，我现在如果跟你们讲林北这个举动啊，我不是开玩笑的嘞。我现在啊开直播找这个人，我要得罪啊！如果他是他自己要离开的嘞，我没有事情哎，妹妹，你听住嘞，谢妹妹，你听住嘞，你今天如果是自己离开的，你救了我嘞。如果你今天被人管遍了，林北，阿贝要进去马来西亚都要小心了嘞。我为了你，我变红千位嘞，妹妹，如果你有看到这个，你有看到这个直播啊，你看我的微信是这样啊。干你呢，我跟你妹妹，如果你看到这个直播啊，我觉得你要回去爸爸妈妈，如果不然你会害到我嘞，我前途无量嘞。妹妹你不要为了林北找你，林北的前途从马来西亚不见掉，你没有看到林北在银顶很多人喜欢我嘞，变成等一下我这个出去啊，林北被人家打，干你呢，不是被人家捉去，被人家捉去不用紧，我是怕被人家拿捉去肚皮骨呢，对不对？因为我的屁股还严装了嘞，对不对？妹妹你要为我想一下，对不对？你要为我想一下，现在我为你我站出来，你要为我想一下吗？对不对？如果我去马来西亚被人家捉去耶，对不对？他妈的，人家我一只手一只脚，里面不是死，我没有仇报嘞。现在我过去马来西亚，我准备怎么样？我要请四个保镖了，我要请四个保镖，没有办法，我为了你，我没有骗你的妹妹，我18号，不然讲妹妹，你看到我是不是？你 PM 我，我们约一个地方，18号我去 KL。或者去怡保，我刚好有去怡保啊，我21号我有去怡保，好不好？我们出来见面，跟大家开个直播啊，不用开直播啦，不然人家说干你呐，王雷你要争你的人气什么懒，干你呐，我跟你讲，网络的人最多这种事情。我今天是无条件，忽然间，如果我要争这气，我今天早就跟人家讲，因为我看到报纸也登那边有报，我就帮大家。我不知道啦，你们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大家好不好给我一个赞，如果不对的人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啦，妹妹你马上联络你爸爸或者妈妈或者你的姐妹兄弟或者你的男朋友给我一个安慰，我就知道你不是被坏人拐走，林北就可以大大方方走进马来西亚，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回来，林北就死了。妹妹你听我讲，如果你真的没有联络
没有联络你爸爸妈妈，我下个礼拜去马来西亚，我真的干你那戴黑眼镜要整容到这样，我才能进入马来西亚。你有看到吗？卖一个去马来西亚变成这样，呀，是好，我是卖一个，你不希望我变成这样吗？好不好？妹妹开玩笑是故意开玩笑啊，好不好？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直播或者是重播，或者是你的朋友知道他在哪里，我们也是全马在报纸找他，警察局也找，什么地方都找了。我们现在 check 到的啊，有来躲沙卡吗？甘尼娜啦，小哥手表，我们现在找人啦，你跟林北分享就对了啦。我们现在在找这个小女生啦，好不好？我们就是找这个小女生。如果你们觉得王雷这一次做的赞啊，大家帮忙一下哦。我跟答应你，现在有10000人哦。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是11000人、12000人，还是跟你们讲一声，妹妹，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跟你讲，你过来新加坡跟我，做我的助理，好不好？你就不用怕吗？因为我看到报纸说你失业没有收入，2-3个月没有收入，没关系。如果你欠债的问题，你来找我，只要你不要欠到几百万啊。你几百万你别怎样去还，对不对？因为是你的朋友，因为是你的爸爸的爸爸的朋友，我才来帮你啊、哦！因为宝贝姐妹是我们的同事，歌台的同事，我还是要帮他，我答应他了，而且我没有二话不说、啊、我马上说 OK， 我帮你，我就马上帮他了，我二话不说。所以大家看到啊 screenshot，如果他还没有啦，妹妹，我给你知道，到我这个直播，我不知道多少人会看，我只希望啦、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联络你父母，我今天我要发一个通告，因为我的通告，我的流量蛮多的，更多人知道，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答应朋友了，我就要帮他，我答应朋友就要帮他，所以你看我，哎，我62岁嘞，我还在找你，我老人家，你不。给我一个老人家啊，找到人我讲到了，我给一万，我 personal 给一万啊，我 personal 这个，如果找到他的人现在在他，你知道他在哪里，你不敢透露啊，我们保密，你只要给我那个地址，你 PM 我而已，我现在不可以放给他爸爸妈妈的电话给你们，我放下去你们一定作弄的人很多，一定作弄的人很多，因为我不知道网民啊这些人的心态不一样。妈的，我们在这边在帮人，他妈的，他在那边干那，算那些有的没有的，我们不管他。总之，人在做，天在看。我只要跟你讲的这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无论你今天怎么样，过得好不好，你今天做到很惨什么，你还是你爸爸、你妈妈的女儿，妹妹。你真的要回家？为什么？你今天多么落难也好，没有饭吃也好，破破烂烂也好，今天你去做酒吧也好，你今天去吸毒也好，什么？你还是你爸爸、你妈妈的女儿。你今天哇，荣华富贵做么事的什么了？你今天发达了，你还是你爸爸妈妈的女儿，他们还是等你着回家。我们做父母的，我有女儿，我们不求你儿女。荣华富贵发大财，我们只要我们的儿女健健康康成长，每个父母的心声都是这样。 你不可以说我现在，有的人说哎呀王雷现在过得去就讲这种鸟话，林北在惨的时候都，我没有骗你的，我每天啊，我每年去四面佛那边拜啊，有庙我就拜，我从来我不会跟神明说给我发达，我发誓，我从来也不会求下去求马票，不会。我每次烧香说给我的第一句，给我的女儿、我的孙子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只有求这个而已。真的，妹妹，真的，如果你看到啊，他们现在啊，你给你妈妈，我怕你爸爸妈妈给人家威胁，给人家骗，你知道吗？现在骗子太多了，我们都很小心。妹妹，如果你看到安哥这个直播，快点，快点吧，快点离去吧。你看兼并都打来了，所以很多人现在联络我，叫我不要开这个直播，我照开，我不会理你的。兼并现在一直电话在响，因为我说要帮人我就帮人，因为大家都是王雷，你这样很危险，如果他妹妹被人家拐骗，今天你出这个举动是不是很假了，对不对？妹妹，现在很多人都为你担心，
尤其是你爸爸妈妈、你男朋友、你我不知道你的兄弟姐妹吗？你的邻居谁都很担心，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不见了。所以啊，妹妹，你记住要回家。如果你没有回家，宝宝，你打个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多人怀疑你的电话已经被坏人拿去了。你发那个信息给你妈妈，你妈妈在怀疑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你明白吗？好不好？现在你家里的人啊，你家里的人全部啊都在担心，都在担心。我所以希望啊，妹妹，你快点回家或报个平安，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你。你看几份报纸都在登你，你看连你们的警察局也在找你啊。现在接到，因为我看到报纸接到他的都是，因为我看报纸啊，我看报纸的啊，说他。没有出国，他的记录还没有出国，好不好？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哦，看到他妹妹，好不好？打电话视频去，对，有人给他误解。如果找到人，他爸爸啊，什么呀？你不要乱讲哦，他爸爸是一个打工仔的，干你那这个流酸溜溜酸溜溜，你干你那，你不要乱讲，你是欠屌啊！他妈的，他爸爸是新加坡打工仔的，他写到王雷大哥找到人，他爸爸的老板要出10万块马币，真的还是假的？干你呐！他爸爸的老板就是有够你被通电话的哦。干你呐！我现在出10000块，我 personal 的，我管大老板要出多少钱，你不要乱讲啊！妈的，人家打工的，我们尽量啦。他爸爸的老板，他爸爸的老板啊，那个。啊，宝贝，大宝，真的，啊？他我没有看到嘞，有人，我是他亲姨啊，啊，你们不要乱讲，人家那旁边很多 IV 信，我是他亲姨，干那是不是？你们干那乱不要乱来的，我没有乱讲啊，酸溜溜，是没？真的，如果找到人，他爸爸的老板出10万块。啊，真的吗？真的，我们就要宣布了嘞。哦，有的啊，大哥，小妹爸爸的老板 MJ 找到了。喂，有了，干妮娜，真的，干妮娜，我出10000了，他老板可能看到你被陌生人都出10000了。对啊，现在他的爸爸的老板，我不知道叫什么冷交名，我不知道他电话号码是个4条腰的，后面4条腰。现在大宝传给我啊，如果找到他这个女生啊，找到这个女生的人在哪里啊？他的老板出10万马币，100千，林北出10000，11万啊！刚好现在有11000人在看。再找到的人11万，真的，我说到呗，谢谢。Confirm， 大宝已经跟我讲了，找到这个女生的人啊，她在哪里啊？我们给你11万，我10000啊，林北10万，哎，老板，干你那，林北10万，你10万，林北等下出100万了，干你那，你不要跟林北，不要给林北，没有，开玩笑啊，因为大家都喜欢，懂不啦？都急着找他这个小妹妹，所以啊，现在有11000人，11000，我们现在巡赏 ，You find this girl, we'll give you 110,000 ringgit, we'll give. Now because a lot of English, no, I talk what talking about.Now I speak English. This girl, this year 22 years old, from Perak, you know, Ipoh there, lost, 3 days, 4 days, never go back home. His mother very kanchong, cry, everyday cry, cannot eat, cry. The eye, I want to chime already, His father, yesterday also cry, go back, because,Doctor lost. Then please, everybody, Singaporean or Malaysian, please, you cannot find, you just share this video.
Yeah, you know, I now speak English very, very, very jialat. Okay, you understand enough. You understand you enough, huh? You share for me this video, then you is Gong Te Wu Liang. The God help you. God, you share only, God can see. People do, God can see. 人在做，天在看。You do what, God can see. Nah, sekarang cakap Melayu, itu perempuan umur 22. Dia hilang sudah 3 hari, tak balik rumah. Tapi dia punya mak sekarang maknya sakit. Apa sah? Dia punya anak hilang. Dia punya hilang. Tak tahu dia pergi kasih orang, jahat punya orang tangkap. Oh, pergi mana pun tak tahu. Dia punya telefon sekarang tutup. Oh, tak nak cari dia punya mak. Sekarang dia pak Singapura kerja. Tapi dia punya kerja, dia punya pak sekarang sudah balik kampung. Mau pergi cari dia punya anak. Dia punya anak sudah hilang 3 hari. Tolong siapa orang ala jumpa dia, ala tengok dia, please. Oh, lu kita tahu. Kita kasih lu 110,000. Kita kasih lu 110,000 kasih lu. Tapi mau tengok dia. Apa? So, ada teman kita, kita semua, semua tonton ini video, kita se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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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a 现在有我的接到很多哦，因为他是马来西亚霹雳，来自霹雳的，好不好？霹雳，我希望妹妹你看到，你看全部人在找你，全部人在找你。我希望大家做个好心，帮我分享，把这个 video 全部出去，好不好？可以看到很多好朋友啊，婷婷也进来了，是不是？你们只要好心，他是马来西亚，天下父母心。妹妹，现在你妈妈、你爸爸最急的就是他们两个。吃不好，睡不好，你相信我。如果是我的女儿这样，我是吃不下，我只能喝水而已。我怎样吃得好？你现在给我三珍海味我都不要，你现在给我100万我都不要，我要回我的女儿而已。我没骗你的，你没有骗你。如果你现在了要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跟人家骗去或被人家拐骗，还是被人家锁住、被人家捉住，好不好？所以到如果你捉住的朋友。我们都能出到10亿万，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谈。人家的女儿还给他，好不好？人家女儿朵龙，我朵龙你，你也是有爸爸妈妈。如果你做这个女儿，做这个女孩子，她你自己有本身，你自己有本身有父母的，你就会想到人家的父母怎样去痛苦，爸爸妈妈每天在哭，尤其是妈妈。一不见了，你知道他哭到多么惨，你才能，你知道他真的求到没有地方求，报了警还能做什么？他就求那边，求那边，求那边，求到找到我，找到我。其实我不能帮人家找人的嘞，你被人家管骗，你不要被人家剁到几十，我不会被人家砍的嘞，是不是？我会被人家砍的。我今天没有办法，宝贝姐妹一通电话，我一定要来帮忙，所以我今天也是冒着危险来求你回去，好不好？如果你觉得没有工作，你来跟我工作。如果你觉得没有工作，马来西亚，你要不要离开马来西亚？可以，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工作。你要新加坡来，我新加坡也可以，好不好？如果你现在欠人家钱财啦，什么事情啦，不能解决啦，因为我看到报纸说你两个月没有收入，你很激心什么什么，没有激心的，妹妹，林北有，你不要说两个月，林北两年五分都没有收入啊，妹妹，你只有两个月而已，林北两年啊，林北还债还10年啊，不是比你更惨，你现在年轻22岁，小小挫折而已。小小挫折而已，全世界的人都给你机会。你看你爸爸的老板，你爸爸的老板一出手10万呢，你知道10万多么难赚吗？林北的林命，林北这样活险啊，我也是出多最多10,000块。我们能力能吃到10,000，我们就吃。你的爸的老板现在出10万呢，新币3万多呢，30多千呢，大家都是为了什么？找你，找你而已，你只要报平安而已。Video call 给你妈妈安心，给你爸爸安心，我们大家都非常注重你。我们你在我们在你爸爸妈妈的面前，他们真的不能没有你，吃不下坐不下，天下父母心啊，妹妹，你忍心你给你妈妈每天这样激心，每天都哭的找你吗？
哭得着你吗？你妈妈现在虽然在怡保，可能我没有看到了，我相信你爸爸妈妈都有看到这个视频，我相信他看到这个视频他一定哭，因为林北自己讲到我林北自己都要哭，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做父母的心吗？他换成是我的女儿，我也是一样的，我一定吃不下睡不着的。所以斗龙所有各方路的兄弟朋友，你们怎样坏得好，如果你们是为了捉他锁住他，你们都是为了钱，对不对？你们都是为了钱，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他，对不对？既然他的老板能出到十万，我觉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你的条件我们还能谈，我们还能谈。我希望啊，如果我做不到了，我做不到，我们都可以调，我们来调。所以现在你自己想，他的妈妈，你看他的妈妈是不是现在一定哭了？你想看看，女儿现在要弄到直播再找你，他现在在一定看这个直播。我知道现在他在怡保，他们在怡保，他爸爸应该是到了，因为昨晚回，是不是现在一定很伤心很哭？你们倒想看看。如果的女儿不见怎么样？你们自己想，我们不要说这个大。如果你的 baby 啦，你的女儿4岁、5岁、6岁，忽然间不见，你会怎么样？你现在你们只要转一个方向，转一点，为自己倒换位置，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讲，一定哭死了，一定哭死的，不知道生还是活，对不对？心一直在怎么样？所以我恳求大家哦，如果妹妹你再没有联络你爸爸妈妈啊，我等一下我真的要发一个 po 文 po 在我的 Facebook 再度找你，我能做的怎样？这样他你爸爸的老板已经人尽一世了，对不对？已经正尽力了，都出了十万呢，十万林北大家都知道，林北卖一个是西北喵的嘞，林北都出一万呢。林北的钱现在是怕死嘎的嘞，以前我乱花钱，现在乱不然乱花钱，我出手啊，出一万是很大了嘞。我讲真的，拜托一下，你妈妈现在一定苦了，一定苦了。我们钱财，如果你有钱财的东西，我相信他不是被绑票，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打工仔，绑什么？绑什么票？他爸爸是一个打工仔。你绑什么票？不可能的。我们在怀疑啦，被坏人拐去，被坏人拐去，因为他妈妈现在是怀疑那封信不是他写的。我们怀疑啦。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直播，妹妹，你更打给你妈妈，你不要打。你爸爸现在放掉新加坡的工作，回去怡保了，去怡保，因为你妈妈不能，他不可能放掉你妈妈这样嘛。对不对？不可能放掉你妈妈自己一个人，她赶回去了。妹妹，妈妈还在等你，真的，妹妹快点回家，真的回家，不要想这样多，回家先。我现在答应你，你找不到工作，你来我的卖衣哥公司做工，我答应你，我一定聘请你做我的助理。你要直播，因为你做保险的嘛，我觉得你做直播应该口才有，因为做保险一定要口才。你来我这边工作，好不好？你来，我讲话算话。现在10000多人在看，我讲话算话。我聘请你做我的助理也好，马来西亚的什么都可以。你说没有收入不用紧，我觉得啦，保险你直接不要的，因为像网络世界，反而以前你的上司啊，你跟着我，我觉得你的上司啊，以前做保险，他们每个你对你另眼相看，另眼相看，好不好？我不是开了条件，为了骗你回啊！我先讲啊，妹妹，我不是骗你回家，而是才来讲这句话啊！我先讲啊，我不是为了骗你回家而来讲这句好听的话，没有。这边10000多人，我直接跟你讲，大哥跟你讲，找不到工作，我给你工作。你每天坐在这边也可以啦，你每天坐在这边跟你别玩 game 都可以，我答应你，我就做到，好不好？因为我身为人家父母，我也是有孙子，我也是有女儿，我也是儿子。如果他们不见掉，做父母的怎么想？做父母的怎么想？是不是现在你自己想？我不是在现在，我不知道看到你妈妈怎么样，是不是她一定哭到很伤心？你也不可能，妈妈养你那么大，
你应该现在孝顺妈妈。孝顺的方法有很多，不是钱，每个月给妈妈1000块、10000块、几百块，那个叫孝顺，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要这样，你们平安就好了。哦，已经5天的那个 IB 讲，哦，小妹妹你回家，我们真的不希望你大富大贵，不是的，我们没有，我们也不要求你每个月给我们老人家15000、3000、2000、100、500，没有，你没有钱，我们没有钱的过活，没有钱我们可以吃粥也是一样过活，只要你平安，妹妹回去。如果你对他怎么样的人，相信我现在触动到麦姨哥来找你了，我希望快点你能回家，好不好？我希望，好不好？对啊，还有人这样好，妈的，还要去水站，妈的还要叫我忘记了，你别讲，讲还未去饮水啊！干你那第一次听到人家讲话讲到忘记喝水，干你那我们别讲45分钟没有停，干你那妹妹，你别为了你都不知道，你别本来这个睡觉的时间，对不对？看你现在才知道你别口渴，看你那，哦，喉咙有点沙哑，奇怪，啊，好不好？好了，开到休息站，他妈的开到休息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嘞，我去 follow 你，你那么好，哎，开到休息站，我不知道是因为开到休息站很多嘛，对不对？我去 follow 你，你这个人 steady， 有来人是这样，开到休息站，因为以前那个100多万是我朋友被封掉了。现在我很多啦，因为萃取站门那些萃取站太多，所以啦，每个人一个人来分享过去，好不好？我不知道现在分享多少了啦。我希望啊，每个人干净啦，每次为了 lucky draw 而来分享。今天你们一个分享就是做了功德了，我没有骗你的，天下父母心啊。17万。分享啊。17千。17千的分享哦 ，OK， 很好。大家我看一下分享啊，看多少？因为这个 video，啊、哇1.7万，17千，17千了，现在有17千分享，我觉得现在17千分享应该炸到整个马来西亚了，我觉得应该是炸到每个马来西亚了，因为大家现在是在救人，不是在做 lucky draw， 我觉得你们很棒，这个分享的人你们真的很棒，有看我这个 video 不用紧，我今天我不骂粗话，我是要屌那个如果真的做他的人，我不要屌你啦，我们来谈啦，我们来谈，你来 PM 我。好吧，我的嘴巴坏了，但是我今天看到我们新马一条心，你看我17000个分享，17000个分享，现在 boom 整个马，只要你现在进来，哇，林北第一次讲话讲到咳嗽，你只要进来了，17000个分享，你都会看到这个 video， 你都会看到这个 video， 多隆大家，多隆大家帮我再度分享，好不好？真的，你们这一个分享就做了好事。你我不知道他找得到他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谢妹妹有没有回来，不知道你们只要按一个分享就一个功德了，因为就是帮了我，帮了他妈妈，他妈妈现在一定在哭了，一定在哭了， confirm 看到林北这个脸讲到这样激动，他一定哭了，但是谢妈妈，妈妈你听我讲，我们尽量了，因为现在我这个直播已经有17000人分享出去了，已经分享出去，连 KL 吹水站他们都大家都捐了，你们只要分享就是帮到人了，大家拜托一下，现在17000分享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现在你一进来 Facebook 就看到了，就看到了，所以这个拐骗他的朋友也好，锁住他的朋友也好，道上的兄弟也好，真的手下留情，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大大的曝光了，已经大大的曝光了，对不对？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钱财，我们可以谈的，我们可以谈的，好不好？我们可以谈新加坡，好不好？我们新加坡我都不知道，你看现在外国的朋友的电话都有，干你呐！你要叫什么电话都有，我不知道啊，我听一下啊，我听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什么烂电话，那是印尼，不知道哎、欸、，Hello， 讲干呐，妈的，这个捉弄了一。啊，对呀、啊，给他砍了，你要直接给他砍。拜托大家，朵龙大家，道上的兄弟，如果你们是为了钱，为了钱，好不好？他的老板都可以出10万，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对不对？你真的啊，你真的，我们这样啦，我代表他老板啦、啊，
他老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冷江明，我不知道电话号码是跳跃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了，对不对？我很多电话的，现在我不要去听他先了，好不好？我们来，我跟你讲啊，他的啊，他的老板 ，OK， 老板，不然这样，林北跟你做主。如果坏人呢、啊，是人家锁住他的啊 ，J 啊 J 啊 J A Y 叫什么 ？J J 啊 J 啊，我跟你做主意啊，如果道上的朋友，你拿假户口也好，你不要打给我，你拿假户口，好不好？现在我的手上有十万了，好不好？你放了那个女孩子，我说我十万我给你就给你，加买这个啊，林北加住了，林北加住了，林北加都五万，十五万了，我现在加十五万了，找到的人十一万，如果是绑票他的人锁他的人啊，我们现在来到十五万，我们给你十五万。我们跟你没认识的，我不认，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也不认识她的爸爸，也没有什么亲属，没有见过面的。现在我们去到十五万，绑票的人，你只要放了他十五万，你一定会拿到的，我们一定给你，我们一定给你的，我们做到做到，只要你把他放走，我们十五万我就马上过账给你，或者是现金，你要在哪里，我十八号过去。或者是哪里都可以，我不会做这个上税的事情，我不会像电影这样的放那个警察来做，戏太多了。我们现在一万多人，我不会做我们上税的事情，不会说放一个地方好像电影一样警察来做，不会的。我们这个是 steady 公开的，我们公开，你拿假户口，你开个 Facebook 假户口，我直接联络你，我的人做得到算得到。阿杰老板 ，OK 吗？你十万，如果他回家，你十万，我五万 ，OK 吗？我们大家帮一个人，我不那个，我不认识他爸爸妈妈，什么都不会的、啊，对不对啊？我不认识他，大家有双爸、啊，没有作假的啊。你问宝贝啊，我不认识，只要一通电话，你别出五万，他的老板出十万、十五万，只要他平安回家，绑票他的人也好，锁住他的啊，我们就给你十五万马币，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太少，我们来谈，你放人了就我们就了。你我讲真的啦，干你奶，你也是出来社会喽，如果你现在对这个女生，你也是要利用她赚钱而已，讲难听一点，对不对？你这样一点点一点点赚到几十，你赚到几十，倒不如我们一次过给你一笔，不是好咯，对不对？一次过好咯啊，对对对，那个什么做那个保险那个女孩，对对对对对对，我给你们看，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保险的女孩，给你们看，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对的，是这个。我看你那我的 message 为什么这样多鸡呗？来，来这个，每个人在分享了，来，对对对，是这个，啊，是这个，写了很多东西的，看你那嘞，啊，很多人在找他的，对，全各大吹水站都在找他了，什么板桥吹水站，什么老千，什么什么站啊，你们马来西亚最多这种的啦。一直写有写没有那些啦，今天你就做个好心啦，暂时不要写什么老千，暂时不要写什么什么，全部不要写他啦，我们今天全马就好不好，以华人的力量来找这个女孩子啦，我们不要说每次我看到你们吵架我都显了，都不要去看你们的直播，妈的很被扯的，看见马来西亚那边又吵过来，那边屌过去，屌过来那边干过去，今天大家做好事啦，大家一起分享这则新闻啦，好不好？大家全程啦，每个人全程啊，啊，你们去中国报找他也有，去这个什么站，这个马来西亚大件事找他也有，好不好？连你干这个佩拉吹水站、霹雳吹水站，他们有分享出来，好不好？大家做个功德，全马找到他了。我觉得那个人收他收都收不久，因为他妈妈一定在这边一直哭，一直看到我 video， 他一定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你想看看妹妹？你妈妈现在在哭了，你在哪里？你真的在哪里？你要给我们知道你在哪里。你爸爸新加坡工作丢掉了，不要工作了，新马开了很难得进来新加坡，现在他回家了呢，回家了，没有在，你爸爸没有在新加坡，你爸爸现在回去霹雳了，回在霹雳了，好不好？对啊，所以你们所有老朋友拜托一下，林北讲到没有声音啊，林北今晚还要主持节目，你们功德无量啊，你们功德无量，大家帮个分享，我现在我的 message 是要爆了，
丽娜很多人我不知道没有去看，我现在看了17000的分享。哇，安妮娜分享，我的分享25000了、啊。干妈，你们太好了，到目前25000，你们太好了，真的跟你们谢谢分享，你们会行好运，你们会阖家平安，你们的年长的父母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大家分享的人、啊、都会，大家都会发大财，买买票就买票，买万里票就万里票，买多多就多多，博买赢买，博球赢球，我的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妹妹啊，连别个你不认识，还要花50000，还要来跟干妮娜跟人家斗龙，我们和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你呢，妹妹，真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爸爸妈妈。我真的是为了你爸爸妈妈，我相信我的年纪比你爸爸妈妈更大，我今年62岁，我觉得你爸爸妈妈没有比我大。我现在我在10000多人的面前求大家，好不好？放过了妹妹，妹妹回家，妹妹你要快点回家，你真的要回家，妈妈真的很伤心，妹妹一定要回家，好不好？斗龙斗龙，看见他的人哦，联络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啊，我们别还没有吃饭呢，妹妹，你要为了看这个直播，你别。对不对？讲到烧香，烧烧香不用摘呀，好不好？大家帮忙一下啊，拜托一下啊，好不好？拜拜啊，拜拜拜拜，好拜拜，去啊，乖啊，乖，快点回家，乖啊，回家，妹妹，谢妹妹，快点回家，工作我包起来，我请你。坏人，如果你绑票他或锁他，我们来谈，什么东西都可以谈，什么东西都可以谈，好不好 ？OK 啊。拜拜。